今天是来看主播退坑的打加一，我看看到底有多少。那今天成为我的告别作，再见了各位。我退坑多少人要流离失所，你知道吗？退坑你的奶粉钱怎么办？不是啊，这个游戏他妈的继续玩才要担心奶粉钱怎么办？国昌老师在监察院被偷袭，这跟警察没关系啊，人家偷袭关警察屁事。被偷袭就是人家公民素养不好啊，随地使用暴力，丢太阳花、啊。如果他今天不是丢花，是开枪，开枪谁都防不住吧？靠背哦，开枪就挂啦、啊，开枪没办法、啊。不是啊，你这件事情换一个路人你是一样啊，你走在路上被人家随机开枪，你是防得了是不是？这跟警察没关系啊，这是社会风气的问题。你不觉得跟那个最近那个割小孩子喉咙的那个很像吗？那个就是家庭教育问题啊，再往外延伸就是教育问题嘛。我觉得这个不会是单一事件引起的，这一定是环环相扣，很多的事件连接在一起，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很多啦，你要讲公庙的教育没有管到很好，或者是学校没有开放收包包，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都会做那种安检嘛，书包都会早上都可以收，现在都不能收了之类的，那个一定是一些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导致这种悲剧发生。这种随机的事件说真的是防无可防，所以美国才会有很多那种嘛，就是开枪到处攻击的这种事情。真的开枪，我说真的开枪哦、喔、不会啦，我觉得台湾的治安也没有差成那样啦，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，虽然也不是说好到哪里去，但是也没有差成那样，跟国外比起来台湾治安其实还是算好的。对啊，这就很现实啊，老师管不动啊，爸妈都管不动，老师怎么管得动啦、啊、对不？然后又有些恐龙家长很鸡巴，妈的念念你不行，打也不行，罚站也不行，这种很靠北的，你他妈你的垃圾小孩谁要管？老师一个月才拿多少钱？他妈四五万块而已，还要管你的小孩？鬼才要做啊！老师真的是个很可悲的职业，可悲的点在于说，你他妈的白天要上八小时的班，下课后还要改联络簿、改考卷，还要出考卷，那个工时基本上超长。现在更惨，现在的老师有多惨，你知道吗？还要回 LINE 啊，还要经营那个跟学生家长的群组，还要在那边回学生 LINE 说，哎、欸，你的小孩今天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看那个幼稚园小老师真的很可怜。薪水也没有到很高，然后做的事情一狗票，然后遇到一些恐龙家长，他妈我真的会干死。如果我的小孩去当幼稚园老师，被一些破家长这样糟蹋，我真的会很火大。蓝绿上班才在嘴科说国中毕业不升学会变危险族群，学校马上出事。国中毕业不升学，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数据化嘛。你国中毕业不升学之后，你犯罪的几率是有升学的犯罪几率的几倍。这个东西你一查就知道了，看着数据说话，这也没问题啊。那蓝绿这些东西，我跟你讲，蓝绿这些白痴哦，最喜欢做的就是靠感觉啊。他觉得你这句话讲的不对了，观感不好，他就会干你，他就会臭你。像两岸一家亲嘛，他就臭你嘛。但是你柯文哲讲出这句话是有逻辑在的、啊，就是比较直接啦，比较难听，有些人听不进去。两岸一家亲，2015年在说了，那时候民进党一堆人找他站台，当你说没事，现在讲不行，反正就是很扯。对啊，就是立场嘛。当时你是我队友，我当然不会干你啊。这些事情很简单嘛。有件事情很奇怪啊，监察院这种东西明明就是在弹劾或者是在防止，就是在制衡的一个机构啊，怎么会监察院的人都是放自己人？就是你是自己人嘛，自己人当然是不会想打自己人啊。所以当时2015的时候，柯文哲这个两岸一家亲讲出来，为什么民进党一堆人找他站台？因为当时大家觉得你是自己人嘛，那不是自己人的时候呢，哎，要怎么嘴都可以的哦，翻脸不认人啊。说到诈骗这件事情，台湾的诈骗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！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速发部花了那么多预算，每年200多亿在打诈，到底打去哪里？越打诈骗越严重，弄得好像他们才是诈骗集团在骗我们纳税钱一样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台湾的诈骗问题，政府竟然没有积极的立法，或者是做一些处置，诈骗王狗这件事情很难听耶。今天该中个金豆魂了吧？连一些满脸衰样的人都有金豆魂啊，我就没有。各位观众，不用退坑了。各位观众，哇操嘞！我现在是没声音啊。这官方是不是要留人啊？操你妈的，不给退坑哦，不给不玩就对了。本来六花要解散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在搞啊？妈的，我早点打这种标题就好了嘛。本来要解散高歌离席了，跟大家说拜拜了。我们先抽完了，先抽完了，说不定今天中两张嘞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今天中两张金豆魂呢？好的啦，好的啦，好的啦。妈的，一定是因为我这礼拜没买礼包。我这礼拜，我每个礼拜都买满，他什么都不出。我这个礼拜特别就不买，然后就出金豆魂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你看连我都中金豆魂了，这工程师我真的怀疑有在看呢、欸，这不可能啊！这我之前几百抽都没有中，我跟你讲，这豆魂我大概抽了一万抽有了，三小都没有，今天莫名其妙中了、啊，是怎样？扯到爆！干不会又金吧？我没有。干今天如果两金，他妈的真的会很扯，会不会真的是走这个剧本？账号还卖吗？哎，看来工程师有在偷看台，想要留人啊。
这剧本有点离谱哎！我一个礼拜没氪金，今天打这个标题，直接给两金，一个晚上直接出两金，这什么几率啊？这啥小啊？60抽中两金的几率，这啥小啊？这太扯了吧！这你要跟我说官方没在看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官方没在看，这官方我跟你讲绝对有在看，他就是想留我，想留我工商多发几场啊，兄弟，他不想我退坑哎，我会三金吧？干嘞，今天是啥小啊？我来看一下这斗魂的他妈卡池是什么？斗魂有三小卡池，三只克雷卡在干嘛的？格挡 6.4 防御加11、啊、反正转一只看看啦、啊。转一只看看，一定转到不一样。雷米亚，哎呀，雷米亚收了吧？雷米亚没有不收的道理啊。克雷卡的收藏比较好，还是另一只比较好？我、哦、感觉都很好，靠背。这 P 基本攻击力4 ，PVP 2，暴击抵抗4 ，PVP 防御2，近距离暴击4。干近距离的很烂的，另外一只是不是比较好啊？死扣拉什么东西？魔法暴击也没有用啊，格挡贯穿、哦，好吧，就收一收啦。收了，哇，莫名其妙哎、欸，赚烂哎！今天动魂两金，暴击4%，一般伤害抗性4，绝回加1，远距离暴击4，远距离攻击，太扯了吧？未来75等会送克雷卡，克雷卡75等会送，所以我应该转掉对不对？好啊，我转掉啊。死扣出来，干你俩中雷米亚杀小啦，没钱啦兄弟，会计在吗？帮我那个拉一下东西，这些纸装拉去吧。有没有那个可以帮我拉装的？帮拉一下，我再转一次，要破产了。好，这次转下去应该有了啦。再没中他妈的，其实我刚才有点想收啊，那迟早都会满的。这个再没中，来了啦，结束了，谢谢。哎呦，真的中了，棒棒哦。死扣拉攀，好漂亮！还想叫我五转，一般伤害增幅4，防御力4 ，PVE 2，魔法暴击4%，魔法攻击2。哎呦，肥的啦！雷米亚的基本攻击加11，减一效果命中 5.5， 那这个是暴击伤害增幅哦，当然是换死扣拉攀啊，这好强哦，爆伤增幅哎、欸，练功应该是死扣拉啦，那他暴击爆伤增幅11%呢、欸，超多的。金斗魂不知道打架练功不知道有没有感。哦哦，这个范围，这个范围，死光了，怪死光了！本来以为今天晚上要退坑啦、啊，结果中了两张金斗魂，总共11抽嘛，11乘以60是多少？11乘以60才700多抽哎、欸，700多抽中了两张金斗魂。你跟我说这个官方没在看？自从我那天在台南的造势场合摸到了柯P的手之后，运气好像都不错，一直中纸，一直中金哎、欸，摸到猴猴手不好说。你好，我好，流域展开。福間水素大家好，我是林无聪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。应该吧，呵呵呵。